就不乐意打这些白金翡翠。累，杀不开。这把看看出点什么装，致命节奏阿尔卑斯，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。别的东西也能吃吗？我的先知，见证我的辉煌吧！军出击！这家伙，好快的攻速啊！二级直接来试试。跳伞，好的，正好眼儿消失了。哎，我蓝不是没了吧？烫死了。打个眼儿，先吃他 F 六。坏了，这小子先吃 F。再见。舅舅舅舅，我操，这么多人儿。这家伙。
进我嘴里。二打二能打过吗？我打算了。哎，怎么的？别打了，巨魔生了，怎么他妈生了呢？刷不了，等马尔扎哈上单没有蓝。打着贝尔维斯都没问题。太鸡巴难了，玩个游戏，这玩个游戏我他妈玩的，我操！这人家全是人啊，这旁边。左边中单，右边辅助。整的我有点没有办法帮你。
停不下来了，停不下来了，大蝙蝠这跑了。他打的我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没了，你都说一声儿。狗头可以，不是你打的我都不知道到底怎么玩，你知道吧？这他妈都不知道跟怎么抓人。我去那儿，那贝尔维斯野区去了三回，回回一打三。没办法了，活不了了。软弱无力。哦。枯萎。即将脱落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。大自然可比我更难控制。选个逼蚂蚱打个巨魔，让人打个零杠三。哎，资源没有，推线推不过呀！天哪！啊，我的头发已经开始褪色了。他俩都打不过。等的我前面节奏全乱了，真的。本来野区是优势的。走。
他妈怎么死？来把咳血试试。狗头云这么猛，错的，我跟大家一样是试一把可惜。老朋友是非常不礼貌的。对面中路有那啥呀？对面中路有防御塔呀，把防御塔拆了，把塔拆了。把塔拆了，把龙拿了。失控是真没招啊，失控就给我控到死。我操，我们家金克斯这么牛逼。牛逼也不是枯萎，枯萎心之刚狗头人啊。为尘埃走，你走掉。哎，不打这个好，那他妈知道他要过来打，不打这玩意儿好，不打这玩意儿了，那巨魔绝对过来。打大龙，往大龙打来，大龙走。我的牙没事干，好无聊。咳血其实不太好用，咳血没啥用。
和血其实没啥用。凋零。我这边怎么没人呢？杀下巨魔。挺近呢，挺近应该还行。和血没有什么用，不好用。和血都不如出三项。出点啥呢？出个黑切吧，这把。四打四能打吗？金克斯得死。不是金克斯。完了，停不下来了。哎呦我操，这巨魔跑真他妈快。死了是吧巨魔？行，巨魔死了就。打不拆不了，快拆！走不了了。躺赢，我鸡巴打的都憋气死了，还躺赢。